启动仪式，除改换名车的启动仪式以及泰式月饼的赞美表演之外，还会邀请长官贵宾致辞。那接下来呢，要邀请各位嘉宾来配合几点哦。现在是疫情的时间，也请各位嘉宾在记者会的活动进行，同时全程要佩戴口罩，能够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不便之处请多多的见谅，多多的包涵。记者会即将大概在几分钟之后就是。好，来麻烦咱一下先看小姐就好了哈。贵宾啊，出席非常的踊跃，因此稍微不多之处，有请多多的见谅，多多的包涵哈，谢谢。谢谢，那欢迎管理员张文佳好，你老客，欢迎来到云林县政府参加政宣五倍券由云林三大好的宣传记者会。那本下的活动内容，除了有抽百万名次的启动仪式之外，还有泰式月饼的全程期间必须要佩戴口罩，将在10:30左右，大概几分钟之后来正式开始大好的宣传记者会。那等一下的活动呢，包括有抽百万名车的启动仪式之外，还有泰式月饼的战鼓表演，稍后还会邀请长官贵宾致辞。那接下来要邀请各位嘉宾们来配合以下几点。现在是疫情的期间，请各位嘉宾参加活动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保护别人哦。那不便之处，请多多的见谅，多多的包涵。记者会即将在现场莅临。好飞，唔惊好怕，唔惊风吹，十一飞盘稳，勇敢向前飞。掌声欢迎云林县桃花馆长张立善，县长好，县长请就坐，文官处长陈佩君请就坐，县政府一级主管请就坐，各位议员请就坐，请蔡东武议员请坐，赖淑丽议员请坐，黄美瑶议员请坐。洪文祥议员请坐，还有董仁镇长沈辉勋的请就坐，古坑乡长沈胜腾的请就坐，谢谢。再度欢迎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媒体先进，还有很多的观光工厂、云林良品的业者们，今天呢、一大早来到云林县政府参加振兴五倍券由云林三大好的宣传记者会。在此呢，仅代表云林县政府向各位嘉宾致上由衷的感谢之意，由衷的欢迎之意。那么我们的记者会现在就要正式开始喽！振兴五倍券，
游园林三大好宣传记者会，记者会开始。掌声欢迎严思琪游园林。嘿嘿，好，我是来自水南甘肃节，因甘肃节就是我本人啦，哈哈，大家好，大家好，哦，今仔日啊，要来甲各位啊，共同来甲各位好介绍讲啊，欢迎啊，到底有偌好咧啦，在活动的期间啊，欢迎关心我。要来推出真济主题活动啊！除了大广场有欢迎三大好，会当大现金，还佫会当做动力上好之外，你看看倒手边哦，还佫有出百万名车最好，啊好，还佫有哪安尼尔吼？主题活动大广场十月份欢迎国际鸟戏节，我会倒手边吼，我会故乡啦。我十二一月份啦，啊，还有江苏节开台400周年活动啊！出来，我来开台第一尊啊！哟，还有爱饮咖啡的朋友，看过来吼！还有台湾国际咖啡节哦！吼吼，饮咖啡都中免钱啊！还有，爱看花灯的啊！明年在咱北港，还有北港灯会啊，夜光灯哦，还有哪安尼尔呢？还有真济欢迎特色的观光小旅行啊！伊啊期待会当再次来带动着千万观光，予咱欢迎会当再次发光啊！我有时间吼，即来水南找我，我就是甘肃籍啦嘿。我来遮找我来啉咖啡、泡茶、食糖仔饼。忽然啊，拜拜！即马要来看太子夜景塔建国。Goodbye。
太日月旗说大来，雷天战鼓三大好。
鼓表演张正豪哎，谢谢。成功经过，经过，经过代表本届的喝彩头，代表一切都正顺利，也祝福我们的振兴五倍券由云林三大豪能够一切顺利，通通有一个好彩头，有一个好的开始哦。那因为疫情的期间，大家都闷在家里，而且呢还闷了很久。希望在疫情解封之后啊，能够四处的走一走，能够到处的旅游。因此，云林县政府呢特别推出了振兴五倍券，由云林三大好的奖励措施，希望全国的民众能够多多的认识云林，能够来云林旅游，甚至住在云林哦，能够来体验云林的万种风情。那今天呢，有许多的贵宾、长官啊，还有业者莅临现场。现在呢，为大家来做介绍。首先欢迎张立善县长，那您给他挥馆电哦，县长好，请坐坐。一级班的议员赖淑蕾议员，欢迎，很早就到现场了。一级蔡东武议员，议员你好。黄美瑶议员，欢迎。黄文祥议员，那您总召你好，欢迎。古坑乡公所乡长沈胜腾，乡长好，欢迎。左南镇长沈辉勋，欢迎。以及本府一级主管哦，首先介绍的是承办单位，文化观光处沈地军处长，处长好，欢迎。另外一位我们的协办的单位处长是计划处处长李明月处长，处长好，在舞台最前方这一位。政风处处长杨华兴处长，欢迎。建设处处长李俊先，欢迎。劳工处陈良俊副处长，欢迎。人事处黄杰南处长，欢迎。观光工厂的部分呢，欢迎建湖山世界刘淑珍副总经理，欢迎。张华文经理，欢迎。沙鹿一处观光工厂郭美竹总监以及总监特助美初特助，欢迎。千桥谷牛乐园牧场陈红红经理，欢迎。兆阳农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洪世恩经理，欢迎。高技商工董事长也是云林县旅馆工会理事长陈景丽，欢迎。卡吉特千层蛋糕大使馆张彩怡小姐，欢迎。和妈妈儿童乐园庄凯边处理，欢迎。古坑咖啡庄园 TGC 徐建杰经理，欢迎。芦洲酒厂张慈惠总经理，欢迎。谢一宽主任，欢迎。三好国际酒店周守志总经理，欢迎。西罗猫鼠大王陈文照总经理董事长，欢迎。创乐子花艺师黄玉涵，欢迎。如果没有介绍到的，等一下再补充做介绍啊。那首先呢，邀请陈碧君处长啊，是否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大好云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掌声欢迎，处长好。谢谢我们俊杰主持人，我们现场我们张县长，还有我们就是黄总召，以及我们是沈胜腾乡长，还有沈辉勋乡长，以及我们蔡东富议员、赖淑蕾议员，还有黄美瑶议员，然后我们三好酒店的周总，还有我们剑湖山的刘副总，以及我们就是鹅妈妈，还有我们现场与会的我们观光工厂李树业长，还有我们的东壁东壁山庄的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理事长还有我们现场的观光工厂，还有就是我的媒体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呢，就是在这边呢，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一起，就是坐在这里参与这个活动，应该也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荣幸。为什么？因为疫情期间，首当其冲的就是观光业。那去年呢，就是从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已经有疫情，但是今年呢，疫情更严重，所以呢，打击的不只是观光业，还有就是各行各业百业萧条，所以呢。针对就是这个我们就是中央这边提出来的就是振兴五倍券的活动在我们张县长的这个就是主持下，我们县府会计处也针对这样的一个可以抓住如何让整个景气恢复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做了一个缜密的一个就是规划，所以呢今天这一个就是由云林，然后呢
就是三大好的活动，也在这边透过记者会让大家来就是让民众还有大家媒体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振兴五倍券里面，云岭要寄出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好的精美的礼物，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条件可以带动就是民众再来到云林，然后呢创造我们的观光产值，因为去年一样在六月十号解封之后，在我们张县长一样他的一个就是主持下，我们呢超前部署，所以呢即便在疫情期间，透过就是县府以及我们民间的这些产业大家的一个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呢也突破了观光千万，然后创造了200亿的这个观光产值，所以呢今年即便一样就是说面对了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疫情状况，那我们还是有信心希望透过这一次中央的振兴五倍券，然后云岭推出了这个三大好的活动，能够再次提振整个县内的一个观光。那去年也因为有我们今天与会在座的我们的旅宿业者还有观光业者的一个参与，所以呢把整个活动就是带动的非常的成功。那今年一样观光的旨意最重要就是要让在地的业者受惠所以今天也有与会的我们的就是议员还有我们的就是乡长，我相信大家会在这边都是因为非常重视这个整个经济产业，不只是观光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岭的由云岭然后就是三大好的部分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好呢就是要10%的这个现金的回馈，那只要在云林呢，从10月8号这个活动就是从中央到全台湾从10月8号开始到明年111年的4月30号整整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期间都是五倍券可以使用那刚刚讲的第一好的部分10%的现金回馈，从10月8号开始在云林县内你使用五倍券只要500块以上就会有10块等于是10%的一个回馈。那我们呢为了让民众可以方便快速或就是去兑换这个10%的回馈呢就是从10月18号开始在县内的20个乡镇会有这个户政事务所里面让安排服务的人员，让大家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然后礼拜六是早上的9点到到中午的12点，方便民众可以就近去兑换。那第二好呢，就是大家就是很期待的百万名车。那是什么百万名车呢？就在我的左手边，待会呢会透过就是一个就是仪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云林县政府的诚意。那第三好，我觉得这个是全国首创，希望大家可以有同理心，所以呢透过这一个就是10%的这一个回馈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发票捐出来，我们再去帮助更辛苦的这些民众。所以呢云林的这个振兴五倍券三大好，我想跟大家的跟其他县市是有所不同。那也希望就是除了这是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可能是百万名车的大奖之外，我们今天与会的这些业者跟去年一样，大家都是共襄盛举，每个人也都就是捐赠了他们的这些产品相关的一个活动来搭配，就是这个抽大奖。所以呢这个第二好的部分除了抽名车是最大奖，那预计在111年的5月11号会进行公开直播的一个抽奖仪式。但是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不动产协会，云林的不动产协会有捐赠的我们这个就是GoGoLo这个电动车然后呢还有 iPhone 13，所以呢就是除了大家不用担心只有一部车，我们会每个月都抽奖，每个月都会抽出这个一部 GoGoLo 跟一台这个就是 iPhone 13手机那当然还有我们在座就是旅宿业者还有观光的工厂，他们提供的这些非常优美的不管是体验的还是产品的都是希望大家来到云林呢
可以真正感受到我们云林在地的这个观光的一个特色。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针对振兴五倍券三大好的一个活动的方式。那在这边我也补充，就是在云林呢，就是这两年来在张县长的一个就是带领下，我们的观光也有大家的一个协助，不断的突破。当然疫情期间一定有受影响，那接下来疫情现在已经趋缓，所以呢下半年的活动也会如期的展开。所以刚刚开日月集在表演的时候也让大家先知道来云林要有什么，除了好山好好水好吃的美食，还有每个月份从十一月份，然后所以到明年的四月份，都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我们在地特色的活动会一一的登场。所以呢大家来到云林呢，不是只是就是消费买东西，还可以同时搭配这些活动来参与，然后去认识我们云林。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希望我们在座的业者可以共同参与，透过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然后呢一起把云林的观光的部分跟振兴经济的部分做到更完善。那以上呢是我跟大家先做一个说明报告，那后面呢就是详细的部分会由我们民业处长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这样子。谢谢，谢谢处长的详细说明。他真是有够好的，活动很多，但是呢他都已经把它烙印在脑海里面讲得滔滔不绝非常厉害，可能出了一个报警报告警。那简单讲呢，就是从今年的10月8日起至明年的4月30日止，只要在云林县用振兴五倍券消费满500块以上就可以凭着发票在本县各户政事务所上班时间内，持个人的有效证件兑换10%的现金回馈，每人最高500元。然后呢，兑换之发票将由本府转赠给社府团体，而原来的发票持有人，你发票一定关出去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自动把你登录在抽百万名车的网站里面，你就自动有抽名车的资格那也可以呢，抽奖资格获得之后，500元抽奖一次，1000元抽奖两次，以此类推每个人最多有10次的抽奖机会。那么同时呢，规划月月抽奖活动，奖项包括有电动机车啦、iPhone 啦、5星级的饭店民宿住宿券之外，还有云林的良品等等好礼。希望大家云林消费，活络经济，还有很多的活动都在明月处长的脑海当中，请处长补充说明，谢谢。
方啊，大家一打开云林县政府方案，所有的办法都在里面。我想县长以有限的一个财力哈，再加码500块了哈，我们是5000块的中央的五倍券，我们加码500块哈，希望云林县民哈赶快规划好五倍券怎么在县内消费。好，啊，我们县内消费，我们就在20个户政事务所提供来兑换了哈。那我们每是18号开始，18号开始用五倍券，18号开始兑换500块的部分。好，那就是我们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半，在各乡镇的户政事务所提供服务。礼拜六早上半天提供上班族哈可以来兑换。所以我想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那相关的细节都在我们官网讲得非常清楚，包括相关的 QA。那哪些发票可以换，哪些发票不能换，都在我们的 QA 写得非常清楚，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如何在云林好好的消费，来振兴云林的经济。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听他说李明月处长的说明啊，那如果变出警的地方呢，那等一下呢在联访的时候再请教。以上为大家呢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云林三大好。好，谢谢。我们今天主办单位是我们陈碧君处长，还有我们的这个李明月处长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我们与会我们黄文祥总召哈，还有我们的这个蔡东夫议员、赖淑德议员、黄美瑶议员，那还有我们两位非常杰出优秀的这个乡镇长哈，我们的沈乡长，还有我们的沈慧勋沈镇长哈。那今天与会所有的观光休闲业者，所有的负责人，所有的好伙伴，那今天的媒体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很开心哦。我想透过这个疫情哈，疫情严峻的同时，我们整个经济完全崩盘了。那现在疫情稍微缓和，那中央寄出五倍券，然后那也符合民意的。本来要拿1000块，再去换5000块哦。我想听到民意以后呢，马上哈峰回路转哈听到我们的民意就是直接发五倍券。但是有一个声音呢，他没有听到，也没有实现，也就是我们希望呢，不要发什么券呢，就是现金最好啦，对不对？所以我们诚信联盟还有民意党团哈，还有我们国民党联合起来，要求中央普发现金。我想中央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听到民众的声音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像其他县市再花很多的印刷费，再去印什么券什么券什么券，哇，一大堆券，真的哈，头脑都胀了哈。所以呢，最贴近民意、最了解民意，也就是符合现金发放。那今天呢，只要在云林县消费五倍券，我们直接回馈10%的现金。第二好呢，这是第一好了哈。第一好就是呢，如果你来游云林，振兴云林的经济啊，那我们推出三大好。第一好，换现金最好。第二好呢，就是百万名车啊，抽奖最好。这一次的百万名车跟去年的抽汽车啊，大概这一次是去年的3倍价钱哦，所以呢，我想更有吸引力啊。那第三好呢，也就是现在大家经济非常的困顿，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一次可以协助我们的弱势做公益？因为现在募款不易啊，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发票可以啊，领到哈，假设这个发票可以啊，有很多的这些公益金的话，那我们又可以啊直接做公益，所以在云林消费创造无限的价值，我想这个呢真的有非常大的意义哦。那我同时也感谢我们同仁了哈，提供最方便20乡镇都有的户政事务所，礼拜一到礼拜五，甚至假日，还用半天的时间来体恤服务我们所有上班族的这些乡亲哦。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现在的观光工厂，还有休闲农场，
直接在现场就可以兑换现金了哈。我想这个呢，也让我们很多的业者，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消费者哈，直接方便哈。那我想今天呢，最重要，我们在从10月18号开始，一连串的配合到明年振兴券的这个使用期限，到明年的4月30号。刚刚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太日月湖针对我们这段时间可能会推出什么样的活动，来振兴云林的经济，招募更多的外县市的所有旅外的乡亲来到我们云林县啊，游走云林，看看云林，也在云林吃当地最棒的这个美食的哈。我想今天呢，所有最丰富的奖、最好的这些活动都要呈现给大家。那我们大家呢，拭目以待。我们也展开双手，欢迎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到云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漫游尝小吃，拜妈祖中大奖，眷游云林三大好，可以换现金，可以来抽百万名车，也可以做公益。有这么棒的活动，你们怎么可以不来呢？所以心动一定要付诸行动哈！啊，紧接着邀请到议员黄文祥总召，我们简单来给咱加油跟热情好唔好？啊，谢其他东湖议员、苏仁议员、美瑶议员、辉勋镇长、霍大行政。哦，这些题哈，好，那么我们就来为今天的三大好活动进行一个启动仪式，正式宣布哦，我们的活动正式开跑，请县长们就位，以及我们的议员，还有乡镇长，以及县政府的一级主管就位，我们现在在中间，然后再邀请所有的观光旅宿业者、观光工厂。良品的业者分别就位在贵宾的两边，一起来共襄盛举哈、哦！也请林业处长、一级主管们一起过来共襄盛举哈、哦！好，观光工厂、观光旅宿以及良品的业者，今天的出席的这些贵宾也一并呢，就位在贵宾的两边，一起来共同见证哦，一起来宣布游云林三大好的活动正式开跑哦！哦，那个廖伟雄议员嘛，拄啊来到现场吼，是不是请咱西里廖伟雄议员？好、哦，谢谢欢迎哈、哦，谢谢谢谢哈、哦，好 ，OK， 谢谢谢谢哈、哦，也感谢在地的观光旅宿、观光工厂等业者加码共襄盛举，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感受到云林县府好好玩。更谢谢县政府的团队，尤其是文官处、计划处团队的辛苦，希望带给大家满满的幸福与欢乐。那么现在呢？好，请贵宾拿着彩带哦。那等一下5、4、3、2、1之后呢，慢慢的施力，把后面的布幕哦揭开，正式宣布游云林三大好的活动正式开跑。那么。全台湾有超过2300万的民众
每个人5000元的振兴券，就有1150亿元的商机哦。那请向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招手哦。好，先看舞台正前方的镜头喽。我们倒数5秒钟，幸福每分钟。揭幕的时候，请看前面，不要转头看后面哦。5、4、3、2、1，请启动。振兴五倍券，由于你三大好活动正式开跑喽！谢谢，好，请贵宾们，我们一起呢围在百万名车以及电动机车奖品的旁边，一起呢来拍个宣传的照片哦。好，谢谢，好，进到我们的奖品区里面没关系，来看加几百哦，就站在。名车的后面，还有摩托车，业者也一起进来，把车子围起来，车子露出来，车子不要挡住，好，车子不要挡住哦，车子露出来，好，车子露出来，车子露出来哈。那除了县长啊跟宏观处长之外啊，那其他的哦，那请不要呢挡住我们的百万名车哦，谢谢。好，那现在啊，我说呢，振兴五倍券，券流云林三大好。我说第一好，大家一起说换千金；第二好，大家一起说抽百万名车；第三好，请大家一起说做公益最好哈。好，请看舞台正前方的镜头，振兴五倍券，券流云林三大好，第一好换现金。第二好，收百万名车；第三好，做公益最好。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好。好，请看右前方的镜头，右前方的镜头，振兴五倍券，券流云林三大好，第一好换现金，第二好抽百万名车，第三好做公益最好，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好。 OK， 好，请看左前方的镜头，请看左前方这边的镜头，好，注意喽！振兴五倍券，券流云林三大好，第一好换现金，第二好抽百万名车，第三好做公益最好，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好。他抓鸡来给您看。OK， 真的有够好的呢。好，谢谢。那现在呢，请县长哦，还有文官处长、李明月处长哦，以及各位议员、乡镇长，我们开放媒体联访。要在哪里联访？车子这边。他是在记者会的背幕这边。好的，记者会的背幕这边。肩膀起来瞎了哈。好。在1分钟之后开放媒体联访，请陈佩君处长、李明月处长陪同，以及各位议员，还有乡镇市长。新闻处。那个麦克风的置放架。好，改天再准备一下。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了哈、哦、，OK。好，开始。透过振兴五倍券，云林县推出由云林三大好的活动：第一好换现金最好，我们以10%的现金回馈；第二好抽百万名车更好；那第三好，我们做公益最好，因为这次经济不景气，很多的这些弱势团体啊，募款非常的不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振兴券，也能够做到帮助我们弱势团体来做公益的活动。我相信，只要你把振兴券花在云林县，第一个呢可以领到10%的现金回馈，那同时呢也可以做环保哦。那我们这一次所推出的，无论是机车还有汽车。电动汽车都是环保用车、哦、特斯拉、哦、要送给你、哦、啊！这一次的特斯拉超过150万以上、哦、所以我想这个呢啊，名车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那、啊、再来就是啊，透过我们捐赠发票可以做公益，可以帮助弱势团体，所以把钱把这个五倍券呢花在云林县啊，可以说是 啊非常大的这个效益，而且非常有价值。我在这里代表云林县的乡亲，欢迎来自全国各地所有的乡亲来到云林县。那来到云林县，由云林可以做三大好事。被券到云林，我们可以玩什么、吃什么、看什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去年的三倍券我们创造了200亿的产值，那今年就是对应中央的5倍券，我相信结合我们在地的旅宿业者跟观光业者，就是一样也可以再创造就是更好的一个佳绩。那在这段期间，从这个10月份开始呢，在云林就有这个云林国际旅游节，会从整个10月一直到10月底。那在11月的时候呢，大家最期待的这个咖啡节，就会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就是云林的古坑咖啡的活动。那同时呢，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开台400的这一个节庆活动，会在这个北港跟这个水林进行。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沿海这边串联北港到这个口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滨海的活动。那到就是12月的时候呢，当然就是这个过年期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就是北港朝天宫这边，以及我们云林呢也是一个宗教大县。那最近又启动了10月份开始有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台湾好行的巴士，那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第一趟的这个就是台湾好行巴士来游云林，然后5间宫庙，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宗教的朝政上面非常的方便。那就是元宵灯会也是我们北港也是灯会的原乡，所以呢在元宵节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这个灯会的活动，如果在疫情期间是允许的话，我们也会如期的举办。那当然还有三龟虾妈咒，就是让每年在3月份的时候，妈周生在云林呢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香客一定会来的地方。所以呢这段期间呢就是我们从10月份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甚至是4月份的荷包山的这个狂花季都会安排一系列相关的庆典活动，让大家可以搭配游程不管是走宫庙的宗教朝圣路线，还是大自然的景观的部分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5倍券在这里可以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针对外地来的哈，我们户政哈一到五哈是中午不休息的哈，所以中午时间可以到户政的我们的从早上九点对话到下午的五点半。那我们礼拜六开放半天的实体的领奖，那如果觉得你还是刚好是礼拜天来消费，那你想要领，那我们可以洽199我们做登记的时候，然后让你预约哈，到适合的一个场域哦，先帮你保留资格。那我们提供199这样的一个便民服务电话，来协助外县市来的消费的民众，可以保留它兑换500块的一个现金的现金的一个券。像这现金哦，来与你消费，那我们都做500块的。对，张明明有没有？有，都可以呈现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媒体的邀请，有一个等。到那边去，那边文化中心吗？坐到车来啊，到手机。你们到文化中心里啊？要到点二十吗？到点二十。处长，请留步一下哈，那记者又回顾画面，跟后面呢、啊，我们的同事拿手拿把再回顾画面。爷爷，有，等一下给我拿手拿把，好，再回顾画面一下。来靠右边，靠右边三步，往右边靠三步。来，再两步，再两步，再两步，两大步。我、哦、等一下哦。谁要等一下是要等谁吗？好 ，OK 了哦。